是花莲又一村，它是由烟酒公卖局的50年老屋改建而成，现在是很夯的文青加美食聚落。这里是花莲的客家文化会馆，它非常特别的是，在2010年从新竹的义民庙分乡而来，现在这里成了北花莲的信仰中心。民国2年的时候，我们这里是日本啊官营的移民村。当日本人走了之后，把产权凭证留给当时的这些长辈们。在这里呢，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东西叫做植物染。这个染布呢，也是一个客家人以前的传统。然后既然要染布，我们就选择植物染，因为我们想说不要破坏我们的环境。花莲客庄在地的擂茶风情，因为我们这个擂茶是属于一种比较传统式的擂茶，所以我们是喝咸的汤的那种的感觉。初呢是怕鼓声消失在复原，城隍也听不到鼓声，所以我们才会举办了这个国王争霸的比赛。花莲八大客庄的玉里，我是第四代的农家子弟嘛，啊，这个时代就从新竹到花莲这边来开垦，这边的田地呢都还是河床地，都是沙石，不停的去耕作以后，才能让它变成种出好米的地。